有这个问题。他们有刘海吗？他没有刘海，大哥本来就没刘海，他怎么会脱水？很可爱啊！我今天我猜猜，我是丁丁，是丁。那我们接下来画的是大哥和闪耀天女，我一定会先参考范本，是我的参考范本。好，开始。小粉红色。Oh my god！ 等下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有危机，有危机！Oh no！ 我爸发生危机了，危机百科。不是，是很大的危机。进去一下。没有重的东西压住它，就会脱掉。脱掉，脱掉，脱掉。没有重东西压住它，就会脱掉呀。所以你没办法画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是把它用胶带粘住啊。啊，胶带伺候。来，妹妹，你先把它翻过来，叠好，翻过来，叠好了。完了，它要毁了。你用好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放？拿去。没事吧，整一只，救一下黄色，一下就好。救一下。你看我画的比你漂亮。你这个大哥是胖死。大哥吃太多东西变胖了。这只鸡画的哎，你画的大哥比我小，我的声音那么大声。现在在做善意的头，善意的头。Oh my god！什么假面？其实，爸爸，爸爸，假面骑士，爸爸，过来，好可怕，这会做噩梦。什么东西？乌鸦就在哭，大哥回来了。妈妈来了，我做梦了。来，妈妈一个一个来。今天晚上做梦的题目：一、三、二、一，喂。关头还好。你应该把头发放上去就还好。对，我只要把头发放上去，我等会放头发喽。这谁呀、啊？红头发人呐、啊，女孩呀、啊。大哥输了，她是女神呢。她是女神，大哥是女神。从非洲来的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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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非洲来的大哥。记得那边跟我那个黑色的那边、啊、我知道，因为大哥他呢用了太多盐之呼吸了，导致他的那个头发炸起来，皮肤烧焦，皮肤黑掉，皮肤晒黑。我要来画他的眼睛了。妈妈，我知道这个，我要为这个大哥编个故事，因为他使用了太多次盐之呼吸，导致他的头发变红，哎，不对，导致他的皮肤变黑。刺猬，妈妈，刺猬来喽！
跟爸爸说我画完了。不用给镜头看了。也对，他缩小就好看了。爸爸说的好。他眼睛有问题。他没有刘海吗？他没有刘海，大哥本来就没刘海，他只光头。很可爱啊。还存活着。大家把大哥的外围剪开。我的这一只，我的这一只还活着。大哥，大哥，背上曲棍球。大哥他输了。在等大哥呀。走，冰上曲棍球。大哥，人之呼吸，地之情，木之火。他不会受到这些影响吗？接下来惊悚画面即将播出，请会害怕的人请勿观看。三二一，怎么了？这个大哥怎么变灰色了？小姐好像没有笑，很可爱啊！你看那个眼睛，猫头鹰的眼睛啊，他很开心呢。他好像被你画成这样很开心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搬下来了。成功品，哇，这太成功了吧！然后等一下，旧太郎是你的，旧太郎，旧太郎你怎么了？旧太郎他变成那个一团一颗棕色的蛋了，鸟蛋。爸爸，要来准备，好的。坐起来了，没有。